Hello， 我是保存分行 Toby， 今天会跟大家看一看一个云都的大两房，业主做了全屋装修，事不宜迟，快点去望下。云都是由新世界和市建合作发展的，由2004年入伙，共有三座，提供1182房。看这个 layout 是属于大两房，实用面积有530尺，只有三座的 G 单位和 D 单位才有的。一入到去单位就会见到一个长方形的厅，行埋去露台的位置就会见到一个西北的海景，非常之舒服啦。望返入屋啦，客饭厅分明，业主将地板改咗浅色的木纹砖，非常之时尚和容易打理。在饭厅的位置还加了一个餐边柜啦，和组合柜的。你先望下主人房啦，开扬的山景啦，另外还摆了一张双人床啦，以地台的设计啦，放了三个衣柜，收纳空间非常之足够。客房的位置呢就摆放一张上下格的单人床啦，另外还摆了一个小的柜。而客房的景观呢就和客厅的景观相约，望返开扬山景和海景。厕所的位置主要都是浅色为主，还有浴室宝，另外有明窗和企缸的设计。最后我们望埋厨房，设备非常之齐全和非常之新净。厨房的景观就会望向南的山景。如果看了这条片有兴趣看这个单位和云都的单位，都可以联络我 Toby 的。